神能将悲到一个地步，在这些无悔败坏的人身上，在这些无悔败坏的人身上，做他的工作，成全这般人。神不仅道成了肉身，与人同吃同住，牧羊人来供应人的所需，来供应人的所需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败坏不堪的人身上，做他极大的拯救工作，极大的征服工作。他来到大红龙的心脏，来拯救这些最败坏的人，让人都变化更新，变化更新。神所受的极大的痛苦，不仅是道成肉身所受的苦，最主要是神的灵受了极大的屈辱，他卑微隐藏到一个地步，成了一个普通的人。神道成肉身，取了一个肉身的形象，让人看见他有正常人心，正常人心的生活，有正常人心的需要，这就足以证明神已经将悲到了一个地步。神的灵石化在了肉身，石化在了肉身，他的灵那么至高伟大，那么至高伟大，但他却娶了一个普通的人，渺小的人，来做他灵的工作，灵的工作。从你们每个人的素质见识，理智人性方面，生活方面来说，你们太不配接受神这样的工作，太不配让神为你们受这么大苦了。神太高大了，神太高大了，神至高到一个地步，人卑贱到一个地步，但神还在人身上做工，不仅道成肉身来供应人，跟人说话，而且还与人生活在一起。神太卑微了，神太卑微了，太可爱了。